Looking for cat? No. We are come here look see see. We are live with the supper. Live with the supper. I'm go here see see here people and here people walk. Yeah. you go to the market buy coat and bag. You go to the market. Coat and bag. Do you know? Ah. Oh, yes. 这是他们手工做的围巾是吧？这个是手工做的，这个是手工全手工啊、哦！看到没有？看。啊，围巾。三百千是多啊，三十万，一百块，你觉得贵吗？一百块价格是有点高，是，因为我昨天看他们那个衣服才卖我160000呢。哦，这个是挂饰的吧？他这边用的这种是假的吗？是做的铜钱，挂那个墙上的。这铜钱还是中文的招财进宝。中文的，但这个因为它那个是假，这个是手工刺绣的嘛，这个是麻料的嘛，这个是麻料蓝的黑色。这外面就是针织的。对，这个针织的刺绣的。纯手工的嘛，这个这样的。啊，这个是买回家挂在那个墙上装饰。对，挂墙上，这样比较好看。嗯，This how much？ 300。又是。300 Vietnam dong. Too much. Too much.新早。What much? Different people give me. Give me 100. 30块钱价格是不贵，到那个什么，200。但是我们买用不到，这个是枕头套。抱枕套，就他们拿这个枕头，但这个是抱枕。是。中国都用来做抱枕。这个是挺不错的。这个是麻料蓝色的，但这个拉链是不行的，应该用的中国都是那隐身拉链的，拉过去也看不到拉链。然后这个不行。它中国的外面有一层东西包住这个有一层布包的。它拉的时候，这个就往里边了。这个拉链是往里边扣的。这个是往外面的，中国拉的时候拉链是往里边扣的。但它手工很难做到那个嘛。因为他买这个拉链，然后这个是拿个缝纫机打的，缝纫机打的。所以他这个价格是卖。就是我买了没用，有用的话我跟他买一条。价格是有点高的。是。价格是有点高的。有不同的图案。这些缝的挺不错的，是吧？这个是中国的面料，然后这是它这个麻料，那么在市场看的麻料染的黑色，是手工刺绣的，全都是手工中国的料，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个刺绣打在一块，还有麻料三种，知道吗？三十万，现在涨价涨到10万了。它有这个包，这个是女孩子用的。有两个拉链，应该有两层吧？我看一下。没有，只有一层。Blue color. 哎，等我！
哎，这种卡了。哎，从那个姿势进去吧。你录麦吧，你录麦，俺们去那里。哎呀，钱跑得好快呀、啊！看来这张钱不想跟着他。这只猫你动哪个油？这只猫你动哪个油？你录多少？出来去不？他想卖两条给你是吧？那你的话。OK, thank you, thank you. China people have a go, like this one. Go, like this one. OK, thank you. OK, thank you, bye bye.